来走，行到这人木区，谢谢各位。小飞侠，这个是哪个？恐龙冲出来！对呀、啊，恐龙冲啊！派一个小孩子，派一个小孩子，跟他说这个会吃小孩，他会吓死了。从这边路要修下去，中空的，对，这边要修路到到底耶。好像很多神木到后面都是中空的。Thank you.